那个师傅说非要在那个什么方位，半夜三点到五点的那种情况下呢，就可以顺利得到一个女儿呢。其实我们没有特别是为了做什么事情去看风水，就是刚好有一个风水师在新港，在香港有一个报道说，只要我家里面养一只猫，那我们就可以求得一个女儿。这样我老公反而是半夜打电话给我说，你快点看新闻，然后他跟我说，只要你养一只猫，你就可以生一个女儿了。但是他没想过，他都不在香港，我们怎么生怎么生呢，对吗？梨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